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如果说你是使用这个 GoPro 啊，极限运动摄影机，可是呢，你也想要有这个我们家 AirCard 的这个 WiFi 功能来做及时的观赏照片跟影片，或者是做这个下载的动作的话呢，啊，我们一样可以做搭配使用。可是呢，在介绍前呢，我要先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家的 AirCard 的 WiFi 功能呢，可以设定成自动开启啊，跟手动开启。所以自动开启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把 GoPro 或者是数位相机的电源开启的时候 ，AirCard 的 WiFi 就会自动打开。那如果是手动开启的话呢，你将 AirCard 插到 GoPro 里面，它的 WiFi 就没有办法开。为什么？因为 GoPro 里面没有设计这个开这个 AirCard WiFi 的功能。所以呢，当你要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呢，你必须要 make sure 你的 AirCard 的 WiFi 功能是自动开启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稍微 demo 一下，就是说我现在这是 AirCard， 我把它插到这个 GoPro 里面，当然我已经把它设定成这个 WiFi 是自动开哈。我把它插进去，然后我一样来做这个开机的动作。好，开机之后呢，大概15到20秒，我们就可以搜寻到这个 WiFi 的讯号。好，这是我的智慧型手机。如果说你拿的是 iPhone 或者是 iPad， 或者是任何 Android 的 smartphone 或者是平板，都可以搜寻得到这个 WiFi 讯号。好，这时候将 WiFi 功能打开，我们来搜寻一下。好，大概要等个15到20秒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PQI AirCard。就是我们这个 GoPro 里面的 AirCard 的 WiFi 的讯号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来做一个连接的，我们做一个连线的动作。好，这边可以看到正在取得 IP， 好，已连线，表示 WiFi 已经连好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跳出去，好，那当然你要操作这个 AirCard 呢，你必须要先去下载这个我们的 APP 专用 APP。好，如果你是 Apple 的 Apple 的 iPhone、iPad， 你就去 App Store 下载。如果是 Android， 就去这个 Google Play 去下载。下载完之后呢，我们点一下，好，就可以打开 PQI AirCard。打开之后呢，好，我们的 APP 已经自动将所有的照片、音乐跟影片来做一个归类哈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其实在还蛮快的时间内哈，所有的照片好就已经在这边就可以预览得到。好，那影片也是，好，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三支影片。好，我们现在用 GoPro 呢来拍一下照片啊，比如说我现在拍一下手机，好，那我拍一下前面，好，那我来拍一下 Andy 自己哦，拍一下这样啊，好。好，我这个 GoPro 摆这边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刚刚有自动读取的功能，表示它已经侦测到我刚刚拍的新的相片。那新的相片呢，会在最前面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啊，这边前三张。好，我们横着看好比较清楚。好，这是刚刚 Andy 透过 GoPro 插这个使用 AirCard 来做拍摄照片的功能。好。这是刚刚拍自己的照片，这是刚刚拍前面的照片，我们会议室的照片，好，这个是刚刚拍手机的照片，好，好，我还是稍微 demo 一下，如果说我现在这样拍，它会自动侦测，我再拍一张好了，拍一张，假设我再拍一张，比如说我拍 Andy 的头，好，左边再拍一张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它有重新自动的 refresh 之后呢，你要稍微去前面看一下，刚刚又 refresh， 因为我拍第二次，好，各位可以看到刚刚本来是三张，现在是五张，好，刚刚是五张在这边，好，一张是 Andy 拍自己，好，那第二张呢刚刚拍左边嘛，好，所以呢可以看到这是左边我们办公室的画面，好，所以我们家的 AirCard 搭配 GoPro 其实是一样是可以使用的哈。然后这时候我们来 demo 一下这个影片，我把它选到这个影片的
模式啊。好，我现在来拍一段影片啊。好，我现在开始录影，各位可以看到 GoPro 前面这个录影中啊会闪红灯啊。我现在开始录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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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好，我拍了大概十秒了，好，我把它切掉，我现在把它停止录影。好，停止录影呢，我把它放在旁边啊。这时候，我们来看到这个下面有个影片的选项，影片啊，那我们按重新整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有没有看到 GoPro 0006啊？这是刚刚 GoPro 拍的影片。我来做一个播放的动作。好，那影片呢？因为档案比较大，所以第一次抓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用 AirCard 搭配这个 GoPro 使用，拍照片跟拍影片都是可以使用的哈。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了 GoPro 的极限运动摄影机，那你想要有 WiFi 的功能哈，所以这个是使用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好，不过呢，我刚刚讲过哈，就是说如果你的 GoPro 是搭配 AirCard， 但是呢，你的 WiFi 好，我们到设定里面去看。如果你的 WiFi 功能是没有开启，就是没有自动 Auto On， 没有自动开启的话，这时候你的 AirCard 插到 GoPro 里面就没有办法手动开，好，这个是唯一的缺点。所以当你要购买 AirCard 的这个消费者，你要购买之前，你可要稍微想一下，是不是有符合你的需求。好。